喂，我哋今日都算係咁噶啦，轉台總動員，我哋咧就10個喺度打，你仲有3個咧就係出咗去嘅。出咗去啊！係啊，喂，話唔該，名都唔緊要，一陣間我哋會知道。曼聯包辯個情況嘅，一樣唔緊要啊。不過咧，喺呢個現場情況之前，不如俾我講一講先，因為要咧有戲玩啊，觀眾。好。你哋呢個上半場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問一條問題，下半場都會問一條問題，即係話你哋有2次機會可以得到波衫㗎，有咩方式？ 電話號碼就係18313168，又或者 send email 嚟 soccer64@cabletv.com.hk， 咁就有機會得到我哋嘅波衫㗎啦！嗱，妹啤酒特約勁盤全功啦，睇下 Eddie 有咩勁盤推介啊！終於嚟到冠軍戰啦，荷蘭大戰呢個西班牙。如果你話論數據嚟講咧，近屆喺決賽裏邊咧，雙方喺半場裏邊咧踢得比較保守啊，有5次係半場和。不過論個近況嚟講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始終都係睇好西班牙啊。雖然你話荷蘭啦喺外圍賽至到而家全部都贏曬，但係上場波叫做烏拉圭，其實表現一啲都唔好嘅，俾烏拉圭咧撳住嚟踢。相對嚟講咧，西班牙全場波咧都對住德國嚟講咧，都係撳住巨手嚟踢。尤其是踢球咧，我覺得最緊要咧，即係講球品。論球品，一定以西班牙咧更高一線啦。所以今場一於揀讓球黑星。外地盤其實已經平半盤就轉咗做半球盤啦，西班牙嗰邊。咁啊，另外馬會呢邊，那個西班牙嘅贏波賠率2.05落到1.95。咁啊，但係留意到冠軍賠率嗰方面咧，係開到而家1.52啊。咁我覺得個相差距離比較大啲，即係90分鐘內未必可以解決得到。雖然話睇好西班牙冠軍嚇。O K， 得，記住你㗎。加一主席。好啦，唔該曬，保曬。歡迎啊！歡迎啊！歡迎啊！睇埋呢個就心水，一個就揀上盤，一個就揀下盤，大家就先坐。我哋呢度氣氛夠曬勁啊！但係咧，轉頭翻嚟咧，見到咧 Wendy、Rita 同埋阿尖嗰邊，曼聯包。